望。嗯，有运动的感觉，我觉得可以。今日最大快出来了啊！好舒压哦，好疗愈哦。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说，哎，热血我们掉龙胆。早啊，我们要退房了，然后一样去吃牛肉面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龙记超好吃的，我们每次来都要去吃。走吧，出发去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天气还不错。我们出民宿的时候天气真蛮好的，太阳很大。然后结果我们说好了要来这边吃牛肉面，因为我每次来宜兰都会去吃龙记。然后结果我们过来之后，上面好像又阴阴的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有可能会去钓龙胆，而且我看到它在飘雨了。吃饱再决定行程吧，如果天气还不错的话，走吧。我们到沙窑，我上次就想来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跟机会来。然后今天是乐群带我们来，这样重点是我不会掉啊！我操，他其实是想看我被龙胆拖下水，我现在肩膀还在酸呢。哎，乐群，这是什么鱼？法拉。哦，怎么那么小只，这么可爱？我只要看到的鱼就可爱，有爱才会觉得任何事情都可爱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哎，这是什么鸟蛋吗？不是。哇啊，那蟑螂丸，蟑螂丸啊，鸟蛋耶，天才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是鸟蛋吗？因为我家的鸟最近正在生蛋，然后我只要看到相似的东西，我都会觉得是鸟蛋。哎，乐群，我跟你说，那边有鸟蛋哎，那里白痴蟑螂丸，白痴，有鸟蛋，我要关掉鸟蛋，好可爱。我想要带回家养，好可爱哦！所以被夹不会痛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不会痛哎，好可爱啊！我们今天用的就是这个小螃蟹，然后勾拉屁屁后面这样。哦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看，可以夹夹看。我有，我刚刚给他夹手，没感觉。不痛。哈哈，好可爱哦！哎，出力，出力！哎，有啊有啊有，会痛吗？越细越痛，小块的肉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跟捏了一样，捏大了一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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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没毛病。我来教你怎么用。好，不用丢，你就荡出去，荡在中间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吗？对对对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就等它拖下去了。然后我就可以再坐在这里等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先讲一个笑话好了。好，你先讲。哎，这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可以卖我的梗？阿爸，你讲个笑话给我听。中间，这个笑话最厉害是中间四个字讲出来，其他人就开始笑了。是我笑好不好？我先笑。老板很强，要雨下那么大，他还默默的很淡定的在这里帮我弄杆子。哎，我认真觉得说，如果我要学的话，我应该要可能去像这种地方打个工啊，每天在这边混一下，了解一下。或者是去钓虾场打个工之类的，只是有时候你要学一个东西，你必须要花时间，花很多的耐心，我觉得不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想学的东西又太多了。然后这个也是新开发的兴趣，也是在学啊。哎呀，反正人生那么这样，每一天都是学习的一天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是因为那边可以钓路亚嘛，所以我们就简单绑一个路亚的钓组，这是弹头钳，直接这是曲柄钩，这个心里默数大概五圈就行了。我们随便大概随便挑一只软虫，这是有点像虾形的，勾下去，先勾一点点，然后穿过去之后，拉到这个柄的地方，然后转过来，然后勾回来。哦，它是符合那个，有点像是它的这个钩子的形状。鱼咬下去的时候，它就会从后面这样，有没有这样咬住，然后钩子就会凸出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勾住它。对，然后你就开枪。那里面有什么鱼？它里面很特别啊，它里面有鱼虎，有红缨板，有霸子，有头鳝，感觉好像很好玩哎。我觉得那个好像比较有趣。可以啊，那时候我这样教你丢。好。嘿，先按下去，先轻轻的侧抛。这样，对，这种感觉，然后你就慢慢把手捏住的那个力道放松一点，
大挑战哦，钓小乌龟。好。哦对哦，这个可以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哦哦哦哦哦。习得一个新技能，有个我会丢小乌龟了哦。我会丢小乌龟了哦。哦有哦有，距离有慢慢出来。哦，可以。挺有趣。完美这个。哦。有啊，那个距离已经提升很多，有比我刚刚远多了。对。阿杰，你怎么中了？很大吗？还好，慢慢点就好。哦。那他中的是我这样子怎么收线啊？没有，你现在把它放到快没力。然后拉没力，他什么时候没力？没力要就没力。靠背。啊！自己来，自己来，没有人帮你，掉下去就掉下去了。好，往下做拳。好，提起来。哦，露脸了。哦，有没有人要帮我拉啊？没有啊，没有人。靠！气死我！嗯。其实也不小只啊。没有，你自己丢丢看啊，你自己丢丢看啊。哦哦哦。笑一下嘛。看。靠背。还可以，不然你再丢一次吧。用力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中了中了中了！哇！啊啊！这玩的啊！啊！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哦，在冲哎。哦。哎。哎，咦，靠，不要这样嘛！比刚刚小只，刚刚那只头比较大，好可爱哦！我的鱼，那四板凳，单兵木那边有板凳啊，单兵木鱼龙四板凳，哦，是班长。是班长，没有当过兵。哎呦，班长是哦。通常你知道回那个偶的都是 B 雕，哎，对，都要被打，都要被雕。编号九四八七。哦，还好我们今天钓鱼没打龟了。会不会你认真顾的时候就不敢咬了？真的，因为你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的。我现在出门钓鱼哦，我都不敢说大话。对对对对。尤其是跟木鱼楼出门的时候。Oh no！ 就是巩固。那里有一只白鹭鸶吗？好可爱哦，它在路上走哎。带回家养。啊，有兴趣。我平常都是看白鹭鸶在水里，要不然是在天空，很少看它离这么近在那边逛大街。哦吼！我看它一直在出现呢。啊！啊！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中了三只鱼，但是都不是我自己拉起来的。没有，应该说我等在旁边的时候，号都不来。然后我朋友一走过去，在附近的时候，可能是我在分心做其他事情的时候，号就来了。但至少今天还好，有三个号都是有拉起来，对，还不错玩啦，蛮开心的，感觉有抓到那个拉的方式了。钓鱼嘛，总是要一直进步。虽然我钓鱼，我这个部分进步的算是满满的，因为我有时间钓鱼的次数其实不多，所以我就一直要挖乐泉说，哎，你真的有时间多教教我或多陪我。然后乐泉算是他钓鱼比较厉害，然后再来是他懂的东西多，然后又愿意教我的。没有厉害，没有厉害。然后也聊得来啦，因为我们就是个性跟那个年纪有吗？年纪很年纪也相仿啦。我十八岁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脸。对啊，就是还不错啊，所以之后，我钓鱼这部分可能就是会多去巴结他教我这样。哦哦，这胖哟，这胖哟，真正是头壳干呢。哦哦，他已经在岸边了。我们今天已经钓超过三只了，我们把机器收起来之后，然后又拿出来了，机器这个先又拿出来了，因为一直咬，狂咬，一直咬，我刚刚这样子已经拉六只了，加这只第七只，一直咬一直爽，真的很扯，哇，又中了，隔壁中了，对，杆子给我，杆子给我，可以这样子一个开三杆的吗？哎，赚到了，我告诉你，走走。放松放松。嗯，好有趣哦，这里
真好玩。现在觉得好玩了。对，有号的时候一直拉就好玩。很怕你拉一个，然后自己那个脚滑，然后再就 rap 啊，拉过来。嘿嘿嘿，八八。哦哦，我是不会倒位，好倒位，倒位，倒位。我敢冲冲冲冲啊冲！出水了出水了！啊，空气好爽！哎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喘喘的。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会铁肚 again。上了。上了。哦，上我想上上是不是爽死了？A few moments later. 哦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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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 feel， 有 feel， 嗯，有运动的感觉，我觉得可以。水浪快出来了啊！啊！这次有快十斤啦、啊！好舒压哦，好疗愈哦。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说，哎、欸，这群会掉龙蛋。好。好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打打。哎！哦。哎，真的很咬好呀！太猛了！你慢来，户外底下扛了我。哎呀，发了几不啦不啦，你懂的。我懂了什么？我已经紧绷了啊，我没有再办法再收了。我操，好扯啊、哦！这次是要把我那个两年份。掉到了分掉回来，十六斤哦、喔，那不算小了哎、欸。我在晕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到晚上才一直有，然后刚刚我这样算起来，大概拉起12只哦、喔，很可怕。没有想到龙胆晚上也是很咬的，因为其实今天上午除了我们早上的那3只之外，后面就其实有一阵子是还蛮安静的，然后一直到天色完全已经整个暗下来之后，才开始有讯号。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刚刚有3组的杆子，然后因为他们就想说就是可以让我玩，所以开始有号的时候就都叫我去打，叫我去拉杆子，所以今天是我最彻底体验钓龙胆的一天。对，真的很爽，有钓好钓满，学到蛮多东西的。我们再来要挑战大只的哦，再大一点的。好哦，按赞订阅分享，然后还有订阅乐群的频道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吧，拜拜。